每一次的美好相识都从你好开始。你好别克。你好别克。你好别克成为了24376位E5车主的共同选择，62万0854次的唤醒，让你我不分你我。从那天起，我们的故事开始启程，让每一程都精彩纷呈。用倾听让进化发生。把考验都变成迎面。交新朋友，连接更广阔的世界。时隔一年，再遇你好。满载故事的我们，想与你分享。就是安全，它的驾乘非常的舒适。别克E5的终身质保是我最满意的，因为它不限公里数。它的轴距很长，空间很大。在后排不放倒的情况下，把整个麻将桌放下去了，就把那个后排的座椅放倒了，然后看看电视，打打游戏。就算开长途也不会太累，尤其是别克的车子嘛，隔音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。它救了我们一命。开了它的智能驾驶，基本是它自己在操控。但前面9个车发生连环追尾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它先反应过来了。一年就是差不多用掉一台油车一个月的油费。希望E5能够持续不断的 OTA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体验，也希望E5这辆车能够陪伴我和我的家人走过更多的路，去过更多的地方。别克也很听劝的推出了实体钥匙，这个可以看到别克还是很能听到我们声音的。希望在以后旅行过程中能够遇到更多的E5车友，希望E5能带我们全家去更多有趣的地方。那我们就祝别克E5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别克E51周年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祝别克E51周年生日快乐。你好，是我们的起点，为遇见更好的彼此共赴每一程。The Buick